看 BTU， 他说呢有一个重量 W 的小石子啊，被垂直上抛，它初速是 V 啊，是空气施给小石子的一个阻力 F。那它的方向跟速度方向相反，求小石子上升的最大高度。好，我们看 A 的话，小石子上升的最大高度，我们先把那个角度算出来。角度的话，它现在是往下。好，小石子受到多少力呢？受到那个重力负的 mg， 负的 w 了。因为它有给 W， 负的 W， 啊还有什么呢？还有这个呢，阻力 F， 啊这是等于 MA 啊，哦 MA， 那 A 就可以算出来 ，A 是等于多少呢 ？M 分之负的 W 加 F， 好，啊角度算出来以后，它初速是 V 嘛？啊，跑到什么呢？他问这个最大高度嘛，那我就用等价速度运动公式，末速等于零，减掉呢 v 平方等于二 s h， 那 h 就可以算出来了。哦 ，h 的话就等于多少呢？等于 v 平方除以二 a， 就 v 平方哈。啊，除以 2a， 除以 2a 把它倒过来，啊，又负负得正，这负负得正，倒过来的话就是，m， 啊，除以多少呢 ？w 加 f 了。那因为这个物体哈，它没有给我们 m， 所以我们就把 m 带掉 ，m 等于多少 ？m 是等于 w 除以 g， 所以这个等于多少？这等于。G W 加 F， 二分之 W V 平方。哦，这个是第一小题。哦啊，有个二，我这有个二，二除过去哈，这忘了二，这里有个二。好，啊，再来我们看第一小题。DB 小题是说哈，小石子落地时的速率了，啊小石子假设爬到最高点，啊接下来落地，好落地的话高度我们知道就是这个，啊这时候的话哈，它阻力是往上，然后我现在哈定义向下为正，因为它位移的方向是往下，向下为正，啊向上呢为负，啊所以呢这物体哈它现在受的那个力比较大。W 减掉 F 哈，会等于那个 MA，M 的话是等于 G 分之 W 了，啊再乘以那个 A prime， 那 A prime 就可以算出来 ，A prime 算出来以后的话，那我就可以算出 V， 哇这个是 V prime 的平方啊，减掉零平方嘛，等于2 A prime。2a prime 哈，它乘以 h，h 是这个，好，那这样等于多少？ 2 a prime 是等于那个 a prime 哈，是等于多少呢 ？g w 减 f 了，它除以 w， 把 a prime 带进去，就 w 分之 g。W 减 F， 啊乘 H， 就这个了。2 G W 加 F， W V 平方，这两个可以消掉， 2 G 也可以消掉，所以等于多少呢？就等于 W 加 F， 二分之 W 减 F， 二 V 平方。好，那这样 v prime 就可以算出来了。v prime 好，两边开根号，根号多少呢？
要不这样，要不这样，它乘以不一，哦，这个就是最后的答案。